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住在神户的雅雅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期的视频想分享给大家一幅雨天的治愈系基础不透明水彩画，分别用到六种颜色：黑白、棕黄、浅绿、洋红、钴蓝。画雨点的时候需要有一点耐心之外，别的没有什么难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不妨一起来画画看吧。首先铺好颜色后，用大刷子刷一遍，在刷的时候有意识地刷出空间感。把颜色分别挤进调色盘中，准备细化。从这里开始画被虚化的灯光。是大雨天气，窗外的风景变得模糊不清。
可以加倍虚化的灯光颜色，粉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白色。课程开课咯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的 QQ 来问我吧。雅雅的课程呢非常适合零基础手残党的小伙伴们来报名，如果你没有学过画画那正好哦，让你一学就会，一画就上手，只要你有水彩笔、有水粉、有画纸就可以来进行画画哦，好来尝试一下吧。